这部电影啊，有一场特别撩人的内衣秀哦。真丝的，因为很舒服，比较典雅。天使系列新娘装的感觉，人然后在床上做各种特别性感的姿势。真没看过这种秀。我是那天早上到现场提前排练。辛苦你了。勾引仔仔的一场戏，然后表面上要做出很性感，然后很 sexy， 然后要各种引诱，然后导演就在那边做示范。这个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开始蛮好玩的，排练很累，然后很热，然后床很不舒服。四个女孩摆脱她自己的拘束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内衣秀，仔仔的表情就会有点害羞了，我觉得。我在面对特别重要的戏份的时候，我会把我个人的因素全部抽开。其实最害羞的是金子，这没有什么可尴尬的。演员现在是在演戏，没有什么可尴尬的，解放天性嘛，打破自己。分明了从他们两个眼中看到的羞涩。那说明我害臊了。换个什么东西啊？直接开挂，直接变天哎！所以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投入。当众啊，内衣秀啊。我觉得很好，老以后是一份非常宝贵的回忆。我生活中肯定不会做那么刺激的事情。观众可以透过戏里面看。我觉得真的表演得很棒。